我是钢管列车长的80年8月16号，北方站方的10:43，手牌的是7502次获利哦。哇塞，一个电和一个蓝牙40，虽然今天没有拍到那个双色明日号电头跟那个橘色单电头啊，双电头那个适应暖列车，那时候还有蓝牙40就不错。在，然后下面一个猫在里面都电我们打激光，超帅的啦，蓝牙40啊，好感动。下面也没有发到 R101 的，哎，看他在那双站内吊车上面不错，对吧？好，若小妹干嘛咱们多多点我们的激光片，那拜拜。我们感动了，看到狼啊40，好，再见。